妈妈们带小孩有的时候经验是第一次的话，可能就会出一些状况，然后小孩就会受苦。可是，是不是你们做妈妈的时候觉得拿小孩的头去撞墙，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我们真的没有要这样做，可是有时候真的距离很难抓，所以有时候只是，比方说你先生叫你一声，你一转身，他的头就会撞到墙，或者是比如说他已经是睡着了，你就这样要把他抱进那个房间，然后你可能看着他的睡脸觉得很幸福，然后就往前走，就门框在这里就对了。然后或者是小孩一哭想说啊，妈妈赶快泡奶给你喝，然后你就这样泡，就说啊赶快，然后他就这样啊，结果自己试发现根本就是很烫，可是真的小孩一哭，你有时候会乱了阵脚。所以今天这一集呢，等到我们播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逮捕，因为今天要让妈妈们带小朋友们去过门，看会不会撞到门框。欢迎五位明星哈，你们好，欢迎。这五位明星呢，他们之前来上康熙的时候，有的都还是刚快要结婚或者是新婚的时候，曾几何时就都已经带着 baby 来上节目了。然后目前呢，妈妈们都抱着他们的宝贝在膝盖上，可是。等一下，我们第一个测试就是他们几位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朋友留在椅子上，然后离开这个座椅，然后小朋友能够控制好不哭吗？可是今天熊爸有在现场吗？感觉并不是宠物系列，感觉很需要熊爸在现场。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年龄哦，小咪，你的这位是小秘密，小秘密，他现在1岁4个月。一岁四个月的进度的意思是说他会走了没？他会走。然后发音会讲一些简单的叠字，水水。然后他如果会痛，他会说好痛好痛。然后给他喂食物太烫，他会说好烫好烫。所以听起来他就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对。S， 你有办法跟这位小秘密讲一个对话吗？小秘密，你好可爱哦。谁最漂亮？漂亮在哪里？小秘密，你们最漂亮。谁最漂亮？小秘密，小汤圆发言了。小秘密，巧虎嘞，漂亮在哪里？你漂亮。不好意思，我是在跟你聊天。到你过来，隔壁来宾先讲话了。小秘密，漂亮在哪里？漂亮在哪里？漂亮在哪里？爸爸漂亮，他有发音了。爸爸，爸爸，爸爸在哪？哎，小秘密，巧虎跳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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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恭喜恭喜。心情是别人的孩子会比较难操控。好，然后9N 你的这位叫做小汤圆，他的年龄是他再2个月就2岁。妈咪，你看到电视节吗？对，妈咪，他感觉好像比较可以聊天呢。不一定要看他心情。小汤圆，阿姨喜不喜欢巧虎？你喜不喜欢巧虎？我发现跟你对话那个人都不讲话，旁边那个人。难道不知道不要打岔别人吗？他的感应装置可能是要测到45度的时候才能够收到。小汤圆，阿姨在跟你讲。小汤圆，巧虎在哪里？巧虎，巧虎嘞？喜不喜欢巧虎？喜不喜欢？巧虎，巧虎呢？成功了，成功了，他有发音就成功了。阿姨漂不漂亮？漂不漂亮？漂不漂亮？姜就要腌了吗？姜要腌了，姜要。Ivy 这位，徐熙，你能够问出他名字吗？小朋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声一点。屁股。阿迪古，阿迪古，哦，你好帅哦。Thank you。你有没有跟阿姨握手？啊 ，Hello。阿姨漂不漂亮？撞胸一下，撞胸。不用，不用，不用。回来抽烟就好。叶总，我知道，我知道，街头路线。我觉得你接下来会遇到一个难关呢，因为妹的那一位好像没有要理任何人的样子。我觉得他的面相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像你喜欢的那个日本画家画的娃娃。奈良美智的娃娃哈，就是心情不好的。对，是。妹，她是常常心情不好吗？不是，是因为有那个汗点在，所以她头不敢转过去。所以她现在眼神是在避汗点。对，你看。我们也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叫美女的意思就是，他真的闭得很彻底耶。所以如果汉典绕到那边去，他会把头转过来。对，会。好好好，你要去那边。Hello， 你好，你要不要吃饼干？你要不要吃饼干啊？好，可以，赶快转，赶快转，赶快转。
可以仿，可以仿。他真的很害怕哎，可以仿，可以仿。你离开他，不要，不要烦他了，他心情不好。妈咪把叔叔打走了。好了，没有。所以妹她叫什么名字？她叫布鲁，布鲁，布鲁。你跟阿姨喊，阿姨把这个怪物叫他走开好不好？好不好？怪物走开，走开啊，走开了，我不见了。有没有好高兴？怪物，你等一下。如果小孩子拨你，你就往前翻滚，他会不会高兴？有可能的，有机会，有机会。试试看。米姑，你看，咕噜，你看怪物被阿姨击败喽！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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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哎呀！他还是很害怕。啊！不行不行，太靠近他了。不行不行不行啊！他很害怕。他是勉强鼓掌的。对对对。哇，好辛苦哦！好了，甩掉了。不好意思，他是他这一生中看过最可怕的东西吗？对，他原本录影都会可以很开心，你要跟他讲话，你可以跟他聊天。可是他刚才一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就变成这样子。可是你今天不算很可怕哎，因为我的脚，他的脚，对，应该是脚。你把鞋这个脱掉，小朋友会怕。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脱掉，脱掉哈！你看，脚脚不见了，脚脚不见了，这个是假的哈，这个不见了哈，不见了，你看，现在很健康，你看耶。耶！哎，真的耶！对对对，所以他是怕脚哎。跟叔叔嗨，跟叔叔嗨，嗨，米饭。耶！成功了！耶！你那个脚真的吓到了。对啦，小朋友不懂那个脚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一集要穿怪物的脚啦？不是啊，那个是想说，因为我是巨婴嘛，所以脚要大一点，这好。所以他们只是上一集节目，却需要遭受这种心理的煎熬。我知道啊。你有看他女儿表情？因为布鲁好像恢复不了哎。他这边还是很僵硬哎，他的下巴。他刚才是整个嘴巴歪到一个离奇耶，吓死了。他现在慢慢他好了，他已经好了。你现在喂他吃东西，我现在有饼干。吓死了！加油加油！好 ，Hello， 你好。给你吃饼干好不好？我不是怪物哦，吃饼干，我也不是妖怪，可以。要跟叔叔谢谢，鞠躬。不客气，鞠躬。我们也一样。对，他表情还是很僵硬，为什么啊？感觉他下颚好像想咬你。对，所以妹他很坚强哎，他是在勉强社交，对不对？他从他婴儿时期，他要哭的时候，他都会憋住，然后忍到他真的身体的那个已经受不了，他才会放声大哭。是因为大人有恐吓他不准哭吗？没有哎，他就还蛮独立的。严丽婷这位，哇，表情好有趣，我很开心啊，来了，可爱啊，头发好黑哦。S 姐终于相信了吧？上次那个胎毛笔。头发超多，对，还可以做腮红刷，就是我们说感觉是已经是上幼稚园大班的这位，他其实多大？本人有比较小吧，本人比较小，昨天满六个月。抱他会不会大哭？不会，他谁都可以。不会发现小孩，你不能说阿姨抱不抱什么这一类，就是直接把对对对对，好轻哦，真的吗？真的吗？对呀，那你30秒后再回答我，他轻不轻？很轻啊！他没有在看你。小朋友，好娇啊！会撒娇哎，他现在好好白，白啊，对不对？他完全没有怕生吗？对啊，你其实会做了，对不对？他很开心，他好像是人人好，人人好。所以你刚才说不要先问说阿姨可不可以抱，对，直接就抱，因为通常说阿姨抱，他就会观察你的表情就开始哭了。然后就若无其事的假装他是你的孩子。对啊，你看，笑得多开心，你看看。很可爱，真的不怕生哎。我跟任何小孩都是这样子的。什么样子？你就是二话。你有办法挑战那个？就是二话不说把他抱起来，然后就装没事，就是好像是我女儿。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妈妈，哎，好乖，你就是我女儿。啊，小五，小五，小五在哪里？小五在哪里？是因为他小秘密哭就把他搞哭了吗 ？OK， 也许我的理论就是对的。这五位妈咪是没有办法把小朋友放在椅子上走掉哎。可以啊。你？我可以。你那位看起来不行哎。不会啊。你要试试看吗？我可以试。你不用走很远，你只要走到牙刷那边就。哎，小帅哥。他手会插在口袋，对，他好像会走台步的感觉。他看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样子。嗯，他很开心。他平常是
对，他平常就是很。你可以自由活动啊，你可以走，没关系。还是你要来这边也可以、啊。来去找、啊、去找谁 ？Uncle 还是阿弟？他鄙视你，他鄙视你，你有看到？在干嘛？他就把妹了啊！真的是把妹了。所以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吗？他跟那个小姐，就刚刚来接近。小汤圆要去哪里？要去哪里？你要来这边走走吗？其实小朋友集体走路也蛮像在拍阴湿路的。所以如果把妹放下，他们会走来走去吗？你看，他不会。所以他会站在原地，他就会一直坐着。你要不要下去？他会整集都坐着，下去找找好了。为什么我觉得你女儿感觉好像是在忍住某种情绪？没有啊，他知道他就是在工作，所以是他们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其他小朋友影响。学婴儿，我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如果就是说婴儿，如果小朋友坐在汉典的背上，他们会笑吗？他大哭吧。对，是坐骑马吗？你要不要骑马？好，坐好啊。你要不要骑这个马？好，坐好啊。脚架打开，你看不要啊。腿夹紧，腿夹紧，太厉害了。好像有一位是你们的妈妈要去。警告说什么东西太烫的是谁？是我。是你的妈妈？对，我的妈妈。然后要教她说有一个东西很烫吗？对，就是不知道煮什么，反正就是会有那个热的蒸汽嘛。她就是为了要告诉她说那个很烫，不要摸。然后就是把她的手抓过去说，你看，你看，很烫吧？结果就真的烫到了。对啊，整个傻眼。然后我妈还不知道，是我回到家，然后我说，哎，怎么有水泡？她说，啊，什么水泡？对，因为她当下她不知道是真的。她当下没有大哭大叫吗？她有哭，她说，那我就说，那她当下没有哭吗？我妈就说有啊。我想说哭一下就没事啦，就整个啊什么？因为照理说你妈抓着她的手去碰蒸汽，你妈自己也会觉得过烫吧？对，就是她就说我没有想到她皮这么嫩呐、啊，就是可能回一下而已，就真的就烫到了，就现在都还有疤。是，对啊，所以应该怎么教烫才对？就直接告诉他那个很烫就好了，应该是不用真的去试吧。OK， 所以你有试过教你的女儿说太烫吗？有，就会说火炉这个不能。我说如果你碰到的话会很痛，我会先演出那个烫伤之后的样子。可是不用抓她的手去测试。不用。你妈妈比起来，对，她要去把妹吗？还有小帅哥，她只喜欢这条路。对。真的哎，你看看，而且那么多女生不找不找，对，所以是因为他提供的，是他提供的点心有诱惑到他，是不是？对，他只有认点心跟零食。哇，好乖哦 ！Give me five。这样会不会很容易被带走啊？会啊会啊，只要说我带你去买糖果，他就跟他走了。对，所以他如果进了一个很多糖果的地方，他会失控吗？会，他非常爱吃糖果。先生够了吧？先生，所以你对他的态度是你要巴结他吗？怕他哭或什么的？对，因为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譬如给他奖励，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录完影，领完薪水，我就可以买糖果给你。弟弟。他很活跃，可是另外一个已经睡着了。他是眼不见为净，他装睡，他在眨眼。他在装睡吗？他眼睛张，他想看。没过来，他就闭。我觉得他是不敢。他在学《动物奇观》里面那种，就是遇到猎人的时候，就猎物就装睡。装睡。他是在怕陈汉典。哎，他怕你耶。他怕到自己假装在睡觉，是因为他已经被那个脚影响。我觉得你留在他心里的一个阴影，这样好吗？不会。而且他在装睡的同时，他刚才一直在捏我手。好可你看他有多紧张，所以他没有办法发泄，因为他刚被我们逼着，还要跟他那个击掌什么的，对，所以他很痛苦，对不对？没有，他是一个很怪小孩，你叫他做什么他会做，就算他会怕，他会紧张，他还是会去做，他会忍住。OK， 可是他好像是小孩当中被整最惨的一个，对不对？你是有让他每天活在粪便中吗？没有，因为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是爬行或者是站走路，还在站还不会走路，然后通常我们都会把它放在那个游戏床里面，然后我们放游戏床，我们就会我们妈妈就会比如说会洗衣服啊、拖地、整理家里，然后我就整理个太起劲，我想说奇怪，我就从房间闻到怎么一股屎味那么重啊？然后我就出去外面，然后我就看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对我就很开心，然后他已经满手满脸，然后连墙壁都是大便。你快睡觉，
请问这种事常见吗？在那一段时间还蛮常见的，所以是从尿布里面跑出来的。那因为我女儿她包尿布，她只要大便，她会不习惯有东西在她屁屁上面。那可能因为她那时候要还不会讲话，然后夏天她只有穿包屁衣啊，所以她手很容易伸进去。如果穿长裤就不会，可是夏天的话她就很容易伸进去。可是是不是还有在压抑什么情绪，所以她就只好把粪便涂在墙上来发泄？没有，因为她觉得有颜色，她就往墙壁上涂。然后有一次就是画画好漂亮。有一次阿迪也是回到家，然后回到家第一他就跑去房间，他就在婴儿床就是把他抱起来，然后因为灯还是暗暗的，他就要抱他，然后他女儿就说爸比要，他说爸比亲亲，他一闻，他想说奇怪怎么会一股屎味那么重，然后一开灯，哎呦，还有满脸屎，然后阿迪差点就往他屎上亲下去。所以女儿是一个行动艺术家哎，装睡装的好持久哦。其实这样很累哎，而且她装睡还要往那边装睡，还是汉鼎趁她闭眼睛的时候离她非常近，然后她眼睛一睁开，那吓应该会吓过分。你怎么，你就说妈的怎么会想出这种点子？要磨练她。为什么？为什么要适应这个惯例？所以如果是陈汉鼎抱她，也许就不会大哭，是不是？他喜欢小朋友，大人他不要，而且他喜欢帅哥。哦，那就不行。你想抱抱他吗？可以了，应该可以。你要不要给？一样用那一招，若无其事，不要说什么阿姨，就不要问他，你不要问他的问题。连抱都没抱，马上抵抗，小孩马上瞬间僵硬。没办法，所以你曾经把他的头撞到哪些东西？像前天他去打篮球，就想说带他一起出去玩，然后在那个美国学校那边，然后很开心，然后打完的时候要离开，我就是我顾他嘛，我牵着他，然后他就一个门口比较小，我就没有顾着他，我牵着，然后自己就先过那个门口，听到砰一声，然后转过去，我女儿已经跌坐在地上大哭，然后老公冲过来说：“你到底在干嘛？”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他刚才怎么撞到的吗？因为我先过门，我没有看到他，他直接头去撞那个柱子，然后一撞他就坐下来，然后就很像卡通片那种状况。然后他当场也蛮像许不了的电影会出现的情节，就是你得要过那个海关的那个检查门，就说你就没有过到，他就撞到门框上面去。然后你没有拿捏，也没有留空间给他，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我旁边。怎么让他立刻感觉不痛或什么？”就要抱着他安抚他，一下子他就好了。然后他爸爸就会唱恭喜恭喜新年好，然后他就边哭边拍手就忘记了，就是含着泪拍手嘛，含着泪拍手，然后他就忘了。所以他的歌，他的主题歌是恭喜恭喜新年好，对。为什么？因为巧虎里面有这一首歌，然后他很喜欢。OK， Ivy 的儿子也是爱看巧虎吗？哦，他很喜欢看巧虎之外，他喜欢看韩国的天团。他每天看 iPhone 看电脑可以好几个小时，而且他一定要听耳机，然后他开很大声。如果只要给他转小声的话，他马上瞪你，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就你说他愿意看 Super Junior？很喜欢，而且他就是还会学着他们跳舞，然后像。他很喜欢看那个Sista， 他就是那个他们有一首酷酷啊，然后他你有没有跳舞跳酷酷怎么跳？他就是那种有就是那个很性感的姿势是这样酷酷，然后他就一直摸脖子，我说你是脖子痛吗？就很迷恋那个韩国的天团。他哭就把奶嘴塞进去，这样子，这就如同巧虎的道理一样啊。不一样啊，因为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他就立刻被塞住啊。因为他现在想睡了。所以有发生，他想要有吸吮的那个感觉。所以有发生过那种哭的时候连塞这个都没有用的吗？就是他要你抱站起来，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所以不是任何婴儿哭的时候都可以把奶嘴塞进去就可以阻挡。对，他个案是他只要想睡，他就愿意吃。所以你是有把你儿子遭受过怎么样的险境？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忙，然后他在上次有拍到那个。很诡异的床的那里面，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被子是要盖在婴儿的腋下，那天因为我在忙，想说很快就出来，然后那天很冷，想说就稍微这样子盖，就我就在忙，我老公就忽然在那个客厅大叫，嗯，叶丽婷，然后就说干嘛、啊？出去，他就说你看你看啊，就那被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看啊你看啊这样。
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赶快把被子拿下来。这样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可是我觉得，可是很多婴儿都被盖住脸吧。而且婴儿会自救啊，他们自己被闷住，他们会把它拨开。可是他那时候才两三，除非你是用羽绒被比较长的话。没有，有时候婴儿会，他不懂那是什么，他就是在挣扎过程，可能就因为像我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的包法是那个毛巾从她腋下，然后这样包住，然后有时候她半夜会蠕动，然后面那个毛巾就会松开，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缠礼物的那种绳子把它绑住，或者是用那个别针从后面把它别住，然后她就半夜也不会踢棉被，把它别在床垫上，对，就把它这样捆起来。包手吗？那不就动不了吗？没有，他还是自由行动，可是他的棉被就是被捆在这边，然后又把它绑住。哦，就不要往上移。对，然后丝袜也可以，因为丝袜有弹性，它才也不会不舒服。什么套头吗？现在有个包巾，不是，就包巾，然后中间绑着丝袜包腰，是不是？对，就是把把它就是固定。平常妈妈们带着小孩去公园什么的，只要有别的妈妈带小孩，都可以认为是小朋友自己会玩在一起的，就很好聊啊。跟长辈也可以就开始问说，哎，他几岁几个月？我们这也是啊，什么什么就可以聊开。哎，装睡那个眼睛已经打开了，可是他的脖子还是在那个位置。他有在观察有没有快要危险的感觉。所以是有一个人误吞食了酒精，那个是什么？哦，因为我婆婆是一个很疼孙子的奶奶。那小咪咪很爱吃，她不管拿什么食物给她，我婆婆就是会帮她拆开，然后喂她吃。那在有一次的聚会上面，然后大家也是在聊天，聊得很开心。奶奶，对奶奶，她很想要告诉我们他们家有到底有谁。我知道，好吧。对，然后我们大家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小咪咪也是拿了一包东西去给奶奶，那奶奶看也没看就把它撕开就喂她吃。那小咪咪就舔了一口之后，她哭了，跑去找爸爸，就爸爸爸爸。那我们大家就傻眼说怎么了？你怎么？然后她。哭，然后奶奶一看才说：“哎呀，怎么是酒精棉呢？”然后我老公说：“你是想毒死我女儿吗？”对，他舔了酒精棉片吗？对。那他有意识到他有一个妹妹了吗？现在他有意识到，可是他常常就是去戳妹妹眼睛啊，然后抢她奶嘴。怎么你手机摔到地上了？这不是我的手机，要不然是哪里骗来的？应该是刚刚那个女生吧？他摔到别人手机。我觉得他的社交能力好像还蛮强的。对啊，他不怕生。所以就还好，就是大家都可以带得到他，很多人一起带又不会太累。所以他在这边一点都不能吸引那个你要给妹妹妹妹的目光，哎，就是对呀，奇怪，怎么办？我觉得妹的女儿回家之后，可能左边的脖子会拉伤，她会说妈妈痛痛这边。现在眼睛应该很酸，所以我应该让他 balance 一下。我现在到那边了，妹给他看东西，他都不看呢。他就是如同进鬼屋的心情，他就坚持把眼睛睁开。那这一集对他来讲太痛苦了，他在 suffer 啊。哎，可不可以请汉典把帽子拿掉，然后让他看看真实，不然他回家会做噩梦。对啊，其实我不是长这样的。对啊，不要让他这么害怕。我不知道有没有拿掉更怕吧？可以吗？是吗？我拿掉喽。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长这样，其实还 OK， 我长得还算蛮工整的。还是昏睡了？应该是你的衣服。他是一个超活泼的小孩。妹，你现在试着要给他看什么？因为他喜欢炫耀。所以我要给他看那个泫雅的影片，他很会跳泫雅，他只要那个泫雅歌一播，他就会很开心。所以现在泫雅可以唤醒他的童真吗？我不知道啊。来喽，有哎，来喽，有，他醒了。你看什么？好复杂。他有醒来了。醒了五秒钟，放弃，他被恐惧击败了啦。我觉得他的案例很特别，我没有看过这个路数哎。我觉得汉姐，你要不要就借由这一集退出康熙？啊，没那么严重吧？录影一结束，他就会恢复正常吗？他就好了，他只要没看到他就。所以如果你现在带着他走出去一下，再回来，然后汉姐已经不在他视线范围内的话，他就会好。他会不会好？对，我们试一下这个好不好？好。妈咪带你出去好不好？我们录完，麻烦你。跟叔叔消失一下好不好？没有了，叔叔走了。你看，叔叔走了。耶，叔叔回家了。OK， 拜拜，我先走。好了，拜拜。哇，你要很开心啊！耶，跟大家拜拜，拜拜。解脱的感觉。是到外面跟那个叔叔碰面吗？你觉得如果在餐厅又遇到他，太可怕了。
没有了，你看那个死掉了，不见了，没有了。今天很长哎，他平常不会这样子。他好多消失了，叔叔消失了，叔叔没有了，没有了，被那阿姨赶走了，他不会再出现了，他不会出现。他对黄灯辉也有阴影啊。他有一次录影的时候，他就跑过来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他去揉他胸部，请问需要报警吗？没有，我给他试手啦。他有一次黄灯辉就走过来就讲说：“不如我告诉你，其实我才是你爸爸。”然后从那一次，对，然后他就快哭了，然后就走过来说：“妈咪，我的爸比是黄灯辉吗？”我说：“当然不是啊。”然后只要我每次只要带他来录影，像刚连刚才他在路上，他都会说。那等一下会看到黄灯辉吗？我就说不会，黄灯辉不在。他只要去录影、去摄影棚，第一件事就是问黄灯辉会来吗？那他现在耳朵听到你在讲黄灯辉三个字，他会有警觉吗？他会啊。黄灯辉是谁？是爸爸吗？啊？不是啊。其实黄灯辉才是你爸爸哎。徐熙娣。他好不容易克服那个恐惧，他好不容易好了。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阴影放心里的人，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你好，我是丽婷阿姨，然后他居然问我说，那你认识黄灯辉吗？就是如果我认识他，就不要跟我和好的感觉，所以他很容易往心里去耶。他一辈子都会。他怎么去找？对呀，他去找唐志忠啊。他认识唐志忠吗？他认识，因为我们私底下有聚会。其实唐志忠才是你爸爸哦。没有就你会害他天下无人可报哎。结果过了几天，他会跑过来说：“妈咪，那琪琪会是我妈妈吗？”我说：“不是。”所以他第一个会讲全名的是黄灯辉吗？对。你知道你妈妈是谁吗？就是那个短头发的那个。Hello， 宝贝。你们真的要把他吓死了啦！不要闹了啦。所以小秘密看到他自己的爸爸抱别的小羊，他是不在乎，对不对？他不在乎啊，他无所谓，他只要有食物，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他刚刚一在念爷爷奶奶这些是最近他正在练习的，就是他仅用仅会的那个词汇，所以他会每天念一遍。你出门的时候是会把他的东西都带齐吗？还是你也是常忘记？我会带齐，因为我已经太常伤害他了，所以我再不带其他的东西，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职的妈妈。所以不带齐会有什么事吗？像他一定要奶嘴，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奶嘴，所以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忘了带奶嘴给他，所以他要睡觉，然后他那天就大乱，然后我接下来行程我都没办法去，我就赶快把他带回家。所以你们每一个妈妈出门都有一个大包包？对，那就是叫妈妈包。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就是小朋友的东西。那每位妈妈包里面内容都一样吗？应该是看个人习惯吧。像我妈妈包里面一定会放 whisky 啊，给你用。所以妈妈包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把每样该有的东西都装好，而会丢三落四的呢？因为你不知道何时会需要那东西，你可能想说今天可能就不用，想说好先不要带，就当天好死不死就偏是要用到那东西。像我有一次就忘记带奶粉。然后我那时候的那个母奶快要没有了，然后我带他坐计程车，然后因为都带那个随身的热水，其实可以立刻泡，因为他饿了，然后就发现没带奶粉，然后完了，然后那计程车司机一直在跟我聊天，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只好从他的右后方慢慢慢慢飘到他的正后方，然后开始把我的衣服拉起来，然后把他的头塞进去，就喝一点仅剩的母奶，看他会不会安静一点。司机有企图要从镜子里看一下，他一直在看呢，因为他可能发现我手怎么只有袖子，就是手不见了，然后他就一直说：“哎，那个你知道吗，小姐，我最近啊，为了载客人，我在学英文，你知道 lunch 怎么拼吗？”我想说我的奶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还在那边 lunch， 会讲 lunch 就代表他知道你在。喂食啊，真的假的？不然他每次干嘛讲？又刚好跟哺乳是没有，他我在学早中晚餐的英文。他又把眼睛转过去了，他已经换装了耶。怎么了？他吓到，他已经恢复了，你知道吗？你要不要告诉他，他叫做陈汉典啊？这样他就会像记黄灯辉一样把他记住，对不对？所以好险他不知道我叫陈汉典。Blue， 我跟你说，那个叔叔叫陈汉典。
你喜欢他吗？你看他换衣服了，你看他换衣服了，他把那衣服脱掉了。其实叔叔是人类哦，你不要害怕。你看叔叔换好帅帅的衣服，他是人，你看他是一个叔叔。掉了，他穿西装。哎，叔叔，你如果跳一段舞，他会比较高兴。还是我跳泫雅的舞？叔叔会跳舞，很厉害哦。我也觉得厉害吗？眼睛为之一亮。算了，你已经连累到他的音乐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女儿是真的诚实的表达了大家对于汉典的感觉。其实观众看到他都很想要把头撇开。也是这样吗？他也想看我们两个。每次你出现，观众在家里就知道。很乖的。因为小孩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怎么办？这是少数啦，像伏地魔一样。少数，你看他最真实啦，耶耶。你有没有他笑容消失了，他马上收起笑容哎，他还蛮自得其乐的，对他非常。所以如果你们喂奶瓶，妈咪在，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他真的妈妈，对，他在找妈妈，他妈妈到底在哪里？他真的妈妈是怎么样吗？所以觉得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他想要带我，叫我带他。啊，你带他，你带他去走走。走，你要去哪里？走走。哦，好。啊，出去逛逛。好，大家拜拜。汤圆出去逛逛。拜拜，小汤圆拜拜。你要这很难理解。还是说是要再塞东西在他嘴里吗？所以请问哪一位的小朋友吃过隐形眼镜啊？吃过。小秘密。因为他吗？因为他现在的阶段就是他地上捡到的东西他会拿起来吃。那有一天也是，他就突然也是东西已经放在嘴巴里，那我老公在旁边说：“爸比，他又吃东西了。”然后老公就冲过去把他嘴巴东西挖出来，对他说：“你看这是什么？你的隐形眼镜。”然后我就想说，难怪我常常睡醒我的床头就怎么少一只，常常就因为我习惯性睡觉，我就把它拔下来放床头，然后它睡我旁边。那我每次睡醒的时候，觉得哎，怎么隐形眼镜不是一副，怎么会少一只？所以它已经吃了好几副隐形眼镜。我不敢跟我老公讲，应该谁知道？受伤的吗？可是隐形眼镜应该不伤身吧？每次都隐形眼镜到时候都变干的了。可他这样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啊，怎么可能叫你眼镜就是你乱丢啊？为什么小孩不能吃隐形眼镜？我是因为我们睡两边，他隐形眼镜都放他床头的那一边，所以呢我都没有办法管他。所以你吃了几副隐形眼镜了？他现在有喝水下去，应该就会泡开来了。我真的觉得我小朋友从小就训练出那种钢骨般的个性。不管怎么样摔，有好几次我叫小明，他一个箭步就直接膝盖钉到小朋友头坐地上，然后小朋友就大哭，然后说小朋友不准哭，怎么一回事呢？小明说不，这次是我不好，我膝盖钉到他的头，他才哭痛。所以代表小孩偶尔撞到墙也是无所谓啊。对，没错，因为我小时候教育小朋友就是摔倒的时候，我有看过很多家里很疼小朋友，就是。抱着小朋友讲说地板坏坏，我们打地板，然后对不起地板，跟你说对不起了。我觉得小朋友长大可能个性会养得比较坏。OK， 他现在摔倒在地上，我们都不准哭，跟地板说对不起。也不用这样子吧？我觉得地板应该不会介意吧。钢铁般的教育，这就是我们家的小秘密。这样地板长大以后可能心里会有阴影。你们都觉得你们的先生比你们会带小孩吗？我觉得先生都只会出一张嘴啊，他会为了这种。对啊，我们时像我时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会被老公骂说你为什么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可是往往交给老公做的时候，老公做得更差。太太听到丈夫这种指控，会立刻觉得自己很委屈吗？我立刻大哭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小孩，我们也不想要小孩子生病啊、受伤啊，就是一定难免都会有疏忽、不小心，然后可是被。他们俩是太后跟怎么了？怎么了？我是你妈妈吗？抱抱，好不好？哪一个是妈妈？还是我是妈妈？哪一个？我是妈妈。妈咪在哪里？妈咪在哪里？他心里阴影都好多。妈妈呢？是妈妈。小汤圆，妈妈在这里，快点过来。来来，妈妈这里。好，找到了，恭喜。对了。所以，艾米，你们家小朋友有被你整到过吗？
有哎，就是有一次最惊险的一次，是我煮好一锅麻油鸡，然后女儿正在玩的时候，那时候第一胎不知道说家里东西要小心，结果那个麻油鸡被她从吧台上翻下来，从头淋到脚，全部通通都是麻油鸡，还好那锅是冷的。已经凉了，然后我就赶快去帮他洗。我那天洗了三次，用肥皂洗头，因为那个我想说完了，我老公现在在那个浙江卫视工作嘛，那我怕回来以后看到我女儿就是麻油鸡世界，我又被他骂死。结果回来以后，他就亲女儿，就亲她的头。好奇怪，为什么女儿怎么会有麻油的味道那么重啊？然后还好妈妈太聪明了，就说因为女儿头发少，听说古传秘方用麻油擦头皮，头发会长得比较茂密，后来就这样过关了。所以你老公到现在都误以为是麻油可以长头发吗？是，是麻。他那时候很小，然后都是他在洗澡，然后是 baby 的时候嘛，然后他这只手在洗，然后他就突然可能抓头或什么，这一只手顺便一起放松，然后小咪咪就沉下去，我就大叫，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 baby 不是在羊水里面都会游泳，我只是试看看他会不会憋气啊。这么烂的理由哎，可是他如果瞬间把他捞起来的话，其实还 OK 呢，就大概隔了，结果他会游吗？他绝对是不会游的啊，喝了两口水才知道这水不好喝，不然他每次洗澡的时候泡泡浴的时候，他都会想要喝一两口，还说我溺毙小朋友，你才把他丢到油锅里面吧？什么？油锅？人家上刀山，你让我们小秘密下油锅？什么油锅？没有，就是放水，我负责洗澡，他负责放水。有刚天气刚变凉，有一天的晚上，他放的水是应该你放一块猪肉，十秒钟他就拿起来变色的那种那么烫的烫水，还敢讲我？所以你说就是把婴儿放进滚烫的水中穿烫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先把手放进去就差一点起水泡，我就觉得太烫了，我才慢慢的加热水把那个水给中和。可是我曾经遇到我就是不小心把我女儿用受伤，我大女儿，然后后来我老公马上冲出来，然后就抱着我大女儿，然后他们两个都一副用那一种演韩剧，对，演韩剧，然后就觉得我是一个后母，然后两个人这样子就是看着我，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说你们两个，然后我就赶快就撇开，然后冲进房间趴在床上大哭，哎，因为你看到你女儿在。就是嫌弃，你知道那个难过，我知道，就是明明你是最爱他的人，可是他竟然害怕你。对，他就抱着他爸爸，然后就想说这个妈妈怎么这样子，那个感觉，你知道，心在淌血。所以你们应该，其他妈妈没有被女儿嫌弃过吧？没有，没有遭遇过嫌弃的眼神，不会。所以他其实今天可能不能怪在陈汉典身上，哎，就他应该就活在一个充满阴影的环境里面。我女儿还好啦，我通常都是因为。新手妈妈难免都不知道，可是生了第二个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这一小时下来，小咪的这位是正常表现，对不对？对。那九恩的这位呢？有点失控。哪一方面不满意？就是他一直哭着要拉，我不知道去哪里。OK。对啊。就不能判断的那个。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定点很久。对，就是没有办法乖乖坐在那边。艾比的儿子已经我儿子很忙，一直围绕着美女身边。他往常平常都这样吧？对对，所以是正常表现。正常的，就是昨天蕊通告，我就说儿子可能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会满场飞。果然跟我预期的一样。没问题，他蛮会走台步。那 May 的是完全反常。他很反常，因为他们都有看过我女儿，如果工作，他是。去录影，他是乖乖坐在那边，跟他讲话，他也可以回答。没有汉典的力量真的太大，他真的力量。今天好像没听到他讲话。对啊，不好意思哎，造成你女儿这种。没有，没关系。就这一集将来拷贝给他去看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觉得他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讲黄登辉了，他会讲陈汉典。我觉得他可能把你设定为他长大以后报仇的对象。等你衰老的时候，你要预防。你要记住，你要去跟他稍微。你不要再出现在他的周遭了。我等一下跟他聊一下。严丽缇的儿子今天也是反常吧，比较乖。对。我觉得他刚刚哭完之后，他可能发现完了，有点可怕的环境，所以就变乖。所以他到目前应该，因为他现在才六个月，应该遭遇到灾难比较少吧。有一件事，我老公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应该把我砍死。就有一次，婴儿不是有专门的那个剪指甲的，嗯，安全剪刀什么的。然后我想说，既然他写安全剪刀，那应该很安全，可以放心剪。我就自己初次把它尝试，我就把它剪。然后我弟弟帮我抱着他，然后我就剪。
剪一刀下去，发现指那个白白指甲就掉啦。说哎，蛮好用的，然后就是剪剪剪，剪到最后一只，我就想说它就动了一下，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应该停的，可是它动了一下，我就想说最后一只要剪完了，我就唰剪下去，然后过了0.1秒，那血就这样噗喷出来，然后我就啊怎么办啊？那时候才2个多月的样子，好可怕。然后我想怎么办呢？然后就赶快上网查婴儿可不可以用优点。然后我就跟我弟说，如果你让我老公知道这件事，我就把你灭口。可是你老公应该很容易就看到他手指是泛红的。我那天真的很紧张，我那天就跟我老公说，今天我帮他洗澡，我好久没有帮他洗澡了，今天我帮他洗澡。妈妈压力最大的来源其实是爸爸，哎，大家都瞒着先生呢，就是说我弄伤小孩都没有比惹毛老公。你说你会讲？我会讲，而且他不敢骂我。对。不敢，你们家是你地位比较高，他可能就是体谅我带小孩辛苦，对，所以他都不敢讲。所以我觉得今天已经比我想的情况好很多了，对，就是有展现了小朋友各式各样的面貌，对，然后也揭露了你的真面目。我怎么了？我很好啊，我希望大家以后都这样。没有吧？那只是那个一个个案。很高兴你们带小朋友来啊，下次再来。谢谢。